2023年的男双决赛，马来西亚的 Aaron Chia 所谓一成功晋级决赛，他们是击败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Pramuya 和 Yaremia， 他的比分是12-21、23-21、21-13。他们是经历千辛万苦，从那个印尼的主场成功击败对手。虽然第一局只拿了12分，但是第二局和第三局都是成功的扳回两局来赢了比赛。他们明天的决赛的对手将会遇到是印度的 Sawit 和 Chirak， 他们两个的对垒 hit to hit 啊，暂时是 Aaron Chia 输一领先，他们以7-0领先，所以敬请期待明天 Aaron Chia 和 Soh Wooi Yik 可能会赢回今年他们的 Super 1000赛事的第一个冠军，所以我们敬请期待明天的决赛。他们是在第四场的决赛，大概统计时间应该是在将会在大马时间大概4:30主办的决赛三场，期待他们的胜利，谢谢大家。